我也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善良的心，他是可以看出来，他是长在心里的善良。他话讲自省，心里成善良之话。我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金门融在心里的骨气。我觉得这茂林呢是非常好的标准的金门人。最重要的，我发现他有刻在他心里的生命中的一个坚强，所以我告诉他，你一定要组成一个协会。所以他也非常快速的马上组成一个协会。配合这个协会呢，我也推动一个金门所致的我们在总会的一个论坛，就是推动金门为两岸和平发展实验区的论坛。在会想这种事情，是我看到李楚红李县长他在当县长的时候一直推动的一些问题。我是觉得是金门人是要有这种骨气，要有这种方法去推动。因为我觉得金门如果在现在来讲，70年来讲，金门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。70年前，在1949年跟1958年，一个古林头战争跟1982年战争奠定了金门为台湾后方的皇共堡垒。金马没有金门跟马祖，我看台澎能够有现在的中华民国继续存在的现象可能没有，可能没有。